立的，他们有自己的清白。心情上会觉得很委屈吗？我不会在这边透露我自己的情绪，因为这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。亚伦住处加工作室被搜索，忘记问真的会被关吗？他第一次违反我意愿的性行为是在2018年的横店，把他的生殖器放入到我身体里。我会成为你们的眼柱。网红亚伦6月21号开记者会，控诉16岁时遭亚伦强迫性交，偷拍的性爱影片还被外流。亚伦呢，秉持霸道盟主 style， 当年强行进入，当天记者会也是强行进入。请各位欣赏一段精彩的 VCR。进来了，进来了，换你进来了。进来了，进来了，换你进来了。真的很抱歉，对不起。双方是合意，那他当时也知情吗？不好意思，是我没有办法想象他要用这种方式。据了解，炎亚纶涉犯妨害性自主、而受性剥削条例等罪嫌，7月3号的台北市妇幼队接受约谈，花了3小时完成笔录。由于呢，性爱影片是在台北市士林区住家所拍摄，警方将厘清拍摄影片过程中是否违反当事人意愿，或是有其他人协助拍摄，同时也怀疑炎亚纶不止拍摄一宗未成年性爱影片，因此检警前往他天母西路住处以及巴德路二段工作室执行搜索，预计将搜扣平板、笔电、手机等3C 物品。进行过滤。来，你们先走，你们先走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针对指控，没有想要说。小心头，小心头，小心，小心，拜托，拜托，拜托，小心，小心，后面是树，后面是树。亚伦可以帮我们说几句话吗？会不会很担心后续？因为现在有人说不止一次。不要乱说。不过呢，后来传出天母豪宅只是炎亚纶的户籍地，管理员透露他已将房子卖掉，目前不住这里，警方只好改到福华路住家再次进行搜索。而该社区也紧急贴出公告，请勿让非本社区住户如新闻媒体记者跟随住户进入本社区。跑跑跑向前跑，经过小桥和大道，跑跑跑跑向前跑，困难将要闹后跑。有律师认为，炎亚纶的行为已经触犯刑法222条，加重强制性交罪，最重可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。网友对此也提问了：炎亚纶真的会被关吗？可有没有查到实质证据吧？原 P 的 P 是 prison 的 P 吗？有偷拍吗？现在最重要的还是全力的配合这个司法调查，我会努力的捍卫自己的清白。心情上会觉得很委屈吗？我不会在这边透露我自己的情绪，因为这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。